晚上好，今天就比昨天好看了一点儿，不是我自恋啊，是因为做了发型。晚上好，我刚刚吃了个生蚝，然后我把手给吃破了。我想问你说吃怎么样，就把手给吃破了。你不是，好娇嫩的王毅。是啊，我的手很宝贵，就是现在有点痛。谢谢，那个什么应援棒，Thank you。我好笨，你很聪明。不啊，就是随口一说了。我浑身都是宝。晚上好。谢谢什么吊坠，谢谢一元宝。谁说的头发没多少？插出去！我这头发是断成这样的，不是说那个，就是我头发真这么点啊。我给你们讲一下，我的所有的头发都聚集在这边了，然后这边都是没有的。谢谢应援棒，谢谢奶茶。哎，我痛死我了！怎么会这样呢？但是它也没有破，就是被划到了。给你们看。戒指，说实话，就是哎呦，我当时还在找那个花在哪，然后才发现在这里。哎，拍不出来。今天在溜冰，挺好玩。而且这个刚好。谢谢应援棒。玩的开心吗？挺开心的，就差点玩吐了，就是那个地方实在是有点让人晕。对，接头发头变轻很多，我今天整个头好轻松啊，跳公园的时候。谢谢哒啦啦啦啦，网易的星海。其实我很少戴戒指。哎，王毅，你要把那个灯转向，因为我突然发现你今天不需要把那个灯背过去。谢谢丢丢不丢丢的不丢的星海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啊！我去，哎呀，丢丢在吸自己的毛，哎，算了，不拍。他在捉自己的毛哎，朝哪？你朝你们，我不想朝我。啊？你不想朝你？就这样吧。行呀。人一向都这么说你。可是他，我好灰暗啊，为什么？怎么灰灰的？那我把灯打过来吧，我现在有点太刺眼了。怎么样？啊？确实很刺眼，要不你还是转过去吧。哎呀！晚上好。对，太亮了。点外卖，今天天这么晚，点好久外卖，点三个外卖，还点了昨天打包。谢谢奶茶。MC 的时候说了个生蚝，你惦记上。谢谢，我是哪家奥特曼的权杖？谢谢奥特曼，谢谢你的权杖，谢谢。Thank you。谢谢应援棒，谢谢巧克力。早上小哦哦，真的吗？我没有看见呢，那怎么办？我等会儿发，我等会儿说表示感谢。谢谢，Thank you，Thank you，阿里嘎多。谢谢应援棒，我等会儿那个吧，等会儿再谢。谢谢应援棒。好了，原来是我镜头灰了，我说我怎么看灰蒙蒙的？那我是真没看见，凌晨五点多，大家都刷走，说把他那个给刷上去。谢谢应援棒。
啊，我接着说。哦，像我就很少戴戒指。今天眼睛好大。难道我平时眼睛不大吗？托托那个戒指啊哈哈，嗯，有因为有一个大一个小，然后我的手指就是戴不进那个小的，然后我就问郝静怡你能不能戴上去，然后他就戴了一下，他就是可以戴，但是他会拿不出来，对，就是用那种护手霜把它就是弄就是滑一点才能把它弄出来，他那个玩那个小的完全戴不上，我只能卡到这里。你看我现在上面就有点窄，窄的就是这个贴了就没贴实，但是什么大大哦，换了就变不一样哦。对，我是戴的小拇指，但没必要，有这个就好了。一个说开始表演，有点卡，那是因为我们这个房间这个地方的网就不是太好。越狱。是啊，我知道，今天是这样子，什么情况呢？哎、我刚吃了生蚝。是这样的，因为。我今天很着急想去想要走，然后呢，哎，一个说不卡，一个说卡的，那你们要不出去再重新进来，或者说是真的我的网有问题。我看你们不想了，对，那我就不演。你们对我的美妆这个频道一点就是。好的，又不卡了 ，OK。然后。好可爱啊，好可爱啊，给你们看看吧。照到了我们房间很乱的造型啊！啊，不要看我们房间，不要看房间，就看丢丢好啦。对美妆就是这个方向，我一点不感兴趣，怪不得以前化妆视频。为什么房间会这么乱呢？是因为柜门打开了，把它关上就没事了。掉，我才发现，你不会拍到了吧？我也不知道，今天这个直播我会把它删掉，大家一定，哎算了，没什么重要的东西。这是柜子的门啊，你们不要想多好不好？谢谢一元棒。好的，那就不删，就不删，不重要，不重要。OK， 我刚刚说到哪儿了？哦，都怪丢丢长那么可爱。谢谢猫猫虫不丢的星海。你们现在的感兴趣已经不是真正的感兴趣。柜门就是柜子的门，简称柜门。OK。我不是叛逆，我只是有自己的原则。谢谢应援棒。谢谢一颗牛丸的星海。哦，是这样的，因为我很着急准备走嘛，然后那个叫什么，我正在要出去拿快递，然后丢丢哧溜一下就出去了，我就当时一个大无奈，因为我衣服没穿好，我又不能直接这样出去，我就想哎算了，那我就把我的衣服穿好，整一个弄好，然后呢再出去抓他吧，因为太多次都是这样子了，我累了你们知道吗，心好累，然后结果好，因为我跟郝静约好了一起走的，然后他就过来抱抓着丢丢一脸震惊，啊，他说你在干嘛，然后我说他就是他的眼神让我感觉到了，你知道你的猫跑了吗，然后我当时啊我知道啊，我准备弄好了我再那个的，我说再去抓他的，我当时心里还想的是哦我方便了，呵呵，不用再去找他了，因为本来时间就很紧，他自己不会回来，就是丢丢现在也变成了那种谢谢玫瑰花，就是在中心逛街的那种猫了。Tell me why。谢谢香水。谢谢应援棒。谢谢丫丫的星海，谢谢丫丫。为什么绝育？哦，说实话，我最近有在思考丢丢什么时候绝育了。
因为我听说不做绝育会它会变丑，所以我就是谢谢应援棒。把你们的头拿来头发。明天我没有空，明天我要学舞。谢谢什么，谢谢巧克力。喜不喜欢香菜是基因决定的。谢谢应援棒，谢谢小 C 的星海，谢谢你。爱好什么？我对你的兴趣，什么都是基因决定的。谢谢应援棒。哦，今天我去水族馆了。谢谢应援棒，我发现我这两今天这场公演没有以前那么紧张了，前两场好紧张，就是前面的那几场都很紧张，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在紧张什么，然后也很不熟练，然后今天我就是所有的都昨天晚上自己过了一遍，然后今天去的话跳的时候就觉得还好。我也不紧张了。谢谢应援棒。确实头发轻确实减少了我的压力，因为我有时候跳舞的时候还会担心我的头发会糊脸，但是虽然我现在短发也糊脸嘛，我整个人就是非常轻松。因为头发少了，随便撩两下它就那个。谢谢你，谢谢谢。今天怎么笑场？因为我被划到，我也没有笑场了，就是表情有一丝丝的微妙。谢谢应援棒，你可以当做那是我的表现力，你是那是我的表情，表情管理。那个太远，而且不是说那边不能去吗？谢谢应援棒 ，Thank you， 剃个。能去吗？你去剃，你先去剃。好多人都滑了，确实确确实实真的很滑，特别是跳那个中那个西装那两首歌嘛，我发现我们那个小黑皮鞋特别滑脚，不是就是特别滑，一直都站不，就是很怕自己被滑开滑走。不知道，我也不清楚。我今天排练的时候我穿了一双更滑的鞋，我就是在排练 unit， 我说这个舞我觉得我都没有走出去，我直接滑出去的。但是我那 unit 的鞋这么厚的底，真的这么厚啊，这么厚的底，我每次有一个跪着的动作，我的这个脚是这样，比如说一般这个脚就是跪着是这样子的嘛，是这样子，然后我每次跪着都是这样子，整个鞋脚背都是跪在地上。打没，不行的哦，我只是那种普通的小鸣，感觉养得很肥。对，这地板确实很丝滑。多穿无袖，为什么？没有受伤，没有受伤。谢谢奶茶。推推新的。看了好多漂亮的小鱼，我最喜欢水母和。练练肌肉，其实我已经有在练了，只不过是现在有点儿，因为有很多洞森里的小动物小鱼。因为我在洞森里面抓到了鲨鱼。我的肌肉在哪？在隐藏在我皮肤的某一块地方。还有那个什么巨骨舌鱼，就是洞森里面谢谢应援棒。看不起人呢还。谢谢应援什么东西，反正谢谢啊，来谢谢谢谢。或者是说我桌子太矮，我会看到我。其实我要这样子才会比较明显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这样会比较明显，但是我不想录。谢谢谢谢。因为我经常看到那个就是网上面会有人在那里秀自己的肌肉，在那里憋，我爸以前也会这样，然后就会给我就说怎么样，老爸的肌肉怎么样，谢谢一。这是什么东西？那水族馆的鱼是按照地域来分的。谢谢巧克力。有90斤吗？没有。对，就很
看动森。但是有肌肉跳舞的力就是会，我不不不。是什么？啊？我刚刚在说什么？我为什么变成了腰线？不，还有的那种实弹，我都没有了解，不知道有那种实弹。但是我的脸就也没有瘦多少。好了，这个话题我们已经聊过很多遍了，就是我会好好吃饭的，就是有在增肥啊。谢谢。我们依然眉毛，我的眉毛已经淡到这个地步了吗？谢谢串串的星海，谢谢你。这几个长得很可爱。它只有那一种企鹅，是南极的企鹅，没。这都没。看到了吗？我刚企鹅长得不可爱。看到了吗？珊瑚海葵。海兽没有毛，没有眉毛。还看到一个，哇，好牛的一个小虫子，化石，标本。会换发色吗？会，会换发色，但是得过段时间。也没有拍打心。是哦，我可以把它关小一点。都没有。有鳄鱼，有扬子鳄，其实没什么区别。海绵宝宝，海绵宝宝是在海里的吗？海绵是海里的吗？我不知道哎。但是我之前到山顶，看到，怎么在这儿？开了个美白，有区别吗？还是不开了，看着好亮。谢谢应援棒。海绵不是洗碗的吗？海绵宝宝去洗碗啦，怪不得他的蟹老板不喜欢拼乐高，我觉得有点麻烦。谢谢数字姐姐的星海，因为我觉得乐高就是那么一小块积木，是积木吧？就是很是就是反正就是类似于那种东西，一块一块拼就很费时间。我觉得你有这个时间，就是每个人的喜好不同，就比如说你，如果你很喜欢它的话，你就会觉得非常有意义。但是我一般般的话，我就觉得对我来说有点浪费时间。而且你得一直专注着这个东西，想着它怎么拼什么的，就很麻烦。谢谢姻缘宝，就是滚一瓶水给我。把这里挠红。宝宝好可爱呀、啊！刚刚正好碰到苏珊珊，他就来我房间看了看电视。那我们这只真大，真可爱。CF， 哇哦，这是我，这是我以前我弟弟玩的游戏。就是现就是，对，我觉得好像是我小学那会儿特别火，然后我以前有个同桌，哎，这也太红了，我的妈！以前有个同桌跟我说，里面有那个僵尸，然后什么指甲很长，从这边长到这里，就是人家指甲都长这儿，他说他指甲长在这个关节这儿，哎，其实很像那个金刚狼，哎，是不是？好像是结义了呢。我把这个给忘了，他说他是长的是指甲，但是金刚狼长的是，哎，也是指甲。我这里在录别针，然后整天那种咔咔这样子在那里学那个游戏，说巨好玩什么的。不过已经是小学了，我从来没玩过那个游戏。快快，给大家记录我们啾啾就是美丽的一生，美丽为什么？就是独自美丽的一生。我把王者删了，因为我真的是一直更新不出来，我就把它删了。就它很占我的手机内存，我觉得没必要吧。就是你实在不行，那我们就拜拜吧，无缘。谢谢焦糖饼的皇冠，谢谢你。谢谢你哦。我已经说了800遍我晕3D了。
咱们再换个话题啊，可以，我们可以探索一些新的话题。那怎么办？我这里还是很痒，我是不是化妆品过敏了？我这个脸特别容易过敏，酒精过敏，然后化妆品，化妆品也会过敏。现在没有什么恨嫁下去绝育的人，应该不会恨吧？他的记忆有那么好吗？没有吧。挠完了就很红，要不要卸妆 ？No， 忽视我这边的脸。当然抗拒穿衣服。这样子。还气死你。就是。我们有毛毛，这样穿。这样就好了。嗯。去。就是，它时间久了，这个妆在我脸上时间久了，我就会不舒服。怎么还掉蛋？下一次，下一次啊！我是说真的，下一次。不是。不不不不不，不是下一次啊，是我等我接发的时候，我在那个。我现在头发这么短，是穿不了那种裙子。你乖呢。听说过，但是我不看。我还不会带你睡觉的时候吵吵闹闹。哦，现在是不是好点了？它也不怎么叫。看，如果它看见你睡觉，它会跟着一起睡觉。谢谢妈妈传过去的话。好久没有看小新，确实我也很久没看。谢谢短发确实好看的皇冠，谢谢你的皇冠 ，Thank you， 谢谢，谢谢你，谢谢。我不知道双镜是什么，其实我不了解电视剧。而且对他生气不好。是电视剧吗？双女主，讲什么的呢？快，你不是找就讲，拜拜。谢谢应援棒，悬疑哦。但是我最近有在看，吃饭的时候在看别的，就没有怎么看这些有的没的。你的妈咪还会寿命变长一点。哦 ，B 站的吗？那我首页好像刷到过。谢谢应援棒。就是猫猫很痛苦的，不能绝育，就是养了猫狗的人都要再去绝育。哦。S。我最近在看。那么多流浪猫、流浪狗，就是。哎。你的主人。我们看的这电视剧叫什么来着？致命女人。哦，对，致命女人。你饿了，我也饿了。那你就看着我吃吧。呜呼。谢谢奶茶。嗯。有看过漫画呀？对，第二季。第一部我之前有听，有跟着什么瑶一起看过，然后后来，就是就没怎么看。然后我是自己一个人看第一部，然后两个人看就是看第二部，就反正也不冲突。第一部我之前跟着看的时候，有些剧情我都知道了。谢谢应援棒。看过，但是我不怎么喜欢看那个，就是我紫罗兰，谢谢小颗粒，就是我知道它是好看的，但是呢，哎呦这里还是很红，但是呢，我就是不想看。就看不进去，你们知道吧？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了。我也舍不得，因为母猫绝育很伤，你们知道吗？对，我就是 get 不到，我已经逼自己看了很多集了，但是我还是 get 不到。之前困惑就是。就因为很多动漫我知道是好的，我就觉得我居然不欣赏它，我自己都会觉得有点可惜。我可能有病。就是有基础。所以它的肚子上的伤口开的还比一般的猫绝育更大，它的伤口就会更大，然后休养了很久，休养期间谢谢医院方猫险。我今天会发微博，还会发抖音，你们等等我哦。我感觉我这儿都肿了，哦，还真是肿，越挠越那个，就看不出来。
如果不太像绝育的话，它这个积水一会儿长大我经常就是会对，哎呦，好红就哦，是呵呵。肯定会有影响的。幸好绝育了，把它给摘掉了。戒指哪来的？就是，算了，不说一些让人误会的话了。之类的，三个字。不作死，就是应援会，应援会送给我的，谢谢巧克力。别到时候又有人信。可是生小孩，首先我没有就是繁育的那个，我像被人就揍了，是那没照顾办的法，那我个，这里应该我这个眼睛今有就繁是我的育脸，哎呀，丢丢好的可爱，时候，看看它，猫舍的时候，它在哪儿呢？还是还在兔哎呀，被子挡住了，再高一点。子，而且毛毛虫没有接受绝育，小黑又是被受传奇，怎么回事？他们哟，就在这里安排呢。丢丢。像公猫就比较好，就是不会就是像母猫一样比较受伤。是不是很小一只？其实它还是很小，现丢丢在。在哪？它在床上，丢丢，它在我的枕头上。看见了！哎呀呀呀呀呀，好可爱呀、啊！跟我对视了，丢丢，丢丢过来，丢丢，丢丢，丢丢。丢丢。哎，拿药片吸引它就过分。这是我们丢丢的异食癖的药。为什么经常老有人问我玩不玩宝宝巴士？不哎是说呀，那是不个过动来画了，片没吗？撞到了，没意思。哦，它是个游戏啊，哦，好吧。记岔了。他就是什么都想吃，很馋，项连链药片推都荐馋。没有。他就是之前拉肚子吃，给你看他吃谢拉肚子谢的应药。援棒。就吃了2次就不拉了，而且有用不是玩吗？4399小游戏，真谢的？谢王毅做我爹的心海，谢谢。对啊，因为他有异食癖，什么都吃，什么都想丢吃，丢那就是什么是品种？异食丢癖。丢是高地。就是应该像一个针头一样，给它挤一点。但是它这个也爱吃不了，谢谢应援棒。说所实以话，我今觉得天有就是公缺演，点我就其是实还少蛮期待 MC 少的，元结果素。就是我们这个话题就被固定卡死。我跟你们说，我们本来的话题更无聊，就是，你将来最想去哪个城市生活？因为最近我比较好嘛，没有就感一个情，但还是很馋，所以就是。谢谢应援棒。对，就你这然后他们抛上一出个来，MC 话题是，抛出了两个，你有什么解压的方法？我怕他把吃掉，然后我就看一下他在抛什么。我现在贼担心的，抛一根数据线。对，所以我们就临时改了一个 MC 话题。王毅，啊？那个有个数据线在柜子底下。柜子底下？对，是哪个柜子就是床头这个柜子下，啊？哦。那舅舅掏出来那怎么着？你夸一下他。了。是不是失踪的数据线被舅舅掏出来了？舅舅应真该吧。棒，回家来。然后就，哎呀，快过来！我想玩个过来。什么？对啊，就是很无聊的话题。谢谢玫瑰花，就是，比较溺我爱，看就是叫什么？我女们这个生话恋题爱脑，是抓过来，小北想，不得不说他真的很肯会定想是你 MC 过来，话题。谢谢应援棒，谢谢巧克力。小酒保，哎呀，软绵绵，软绵绵，软绵绵，哎呀丢丢会呀呀呀呀，吃驱虫药像吗？棉之花前糖一需样要吃的，但是他之前肠胃不好就没给他吃。
谢谢卖完星星的月亮的星海，谢谢你的星海。啊，看过。没办法，我今天我们就是姐姐有特地给我们准备那个可乐，就让我们踩可乐，就是这样子就会黏一点嘛，但是没有用，我们那个皮鞋就是没有用，就是我踩完了还是很滑。对啊，就是会黏的，这样子就比较能扒拉在地上。踩可怎么啦？对啊，可乐是有糖分的呀，为什么要问号呢？谢谢应援棒。没有防滑的，谢谢香水。谢谢一个丫头表白不出。皇冠，谢谢应援棒。谢谢皇冠，谢谢。贴透明胶带，嗯，这得跟 staff 说了。谢谢。啊？谢谢谢谢。你们以为是什么踩易拉罐吗？谢谢应援棒。谢谢巧克力。终于赶上我直播了。但是我。谢谢。好的，晚安。其实我还好，我前面有缘起就不会想会滑出去那个地步。其实我上一场有点差点笑场，因为我的腿，我的膝盖上次滑的时候，膝盖刚好怼到袁一奇，就是刚好我的腿怼在他，怼着他，然后我就有点想笑，然后但又不敢笑。谢谢应援棒。这样直播的话，谢谢本月寿星的星海，谢谢你的星海，谢谢巧克力。现在是夕阳。我知道，因为我刚刚把它挠红了，哎，不要在意它。迅猛龙，可是迅猛龙的话是紫色的。不，明天我是学我自己要学的。今天咖啡不苦，现在已经对我的那个咖啡无所谓了，就是能消肿就好。蓝色还是紫色？大 MC tried 哦，谢谢应援棒。是谁的眼神锁定了？不是去上课。我的那个舞是说实话没有什么基础课，一般都是晨舞教的那种。啥时候有公演？18。啊，突然想起来，我上次找了一个去拍照的，然后呢我忘回他了，他忘了回我，隔了第二天回我了，然后第三天，然后我也忘了回他了。他是怎么打的那么均匀的？他是从下面，他不是从下面打光吗？他那是。谢谢应援棒提醒我了，我要去回一下。他是怎么打那么均匀的紫色的？明天不一定直播，谢谢。弹唱这有点太难了，我这钢琴我八字还没一撇呢就弹唱了。消毒的，对我难度有点大了，讲真的啊。音乐。你要2个星期开学了，挺好的，加油哦，好好学习。
是灯光不错。美颜严丽丽，那你们什么意思？那还是喜欢喝茶，茶真好喝，咖啡就一般吧。希望今天有好听的歌单。我钢琴只去，就是只去上一节课。是那个 AA 吧。噔噔噔噔噔，什么噔噔噔噔噔，噔噔噔噔噔噔。以前这个歌好火。他那个时候因为很火啊，所以肯定看过。我不会跳，只是记住了动作。的什么 ？Hey you, hey you, happy me, a a， 是这样吧？什么？噔噔噔噔噔。谢谢应援棒。然后什么？什么？噔噔噔，不记得。就是他们这个舞蹈还挺那个的，就是。在网上经常能搜到，还有什么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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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什么什么哒哒哒哒哒，啊啊啊啊啊，就是他有一些比较洗脑的动作，你就能记住。但是这个歌就挺好听的。什么 ？It's OK。什么？噔噔噔噔噔。什么 ？Tonight，Tonight， 嘿，什么？噔噔噔噔。噔噔噔噔噔噔 ，All right， 噔噔，然后是什么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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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什么温柔撑腰？噔噔噔噔噔，哎，不记得了。喊出我的名字，什么？嘿嘿嘿嘿，噔噔噔噔噔噔，拼命拼命呀！这个动作最好记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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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们一直在杀什么温柔过度与世界尽头是什么东西？什么呀？哎，他们那个创，哎，他们那个创，我倒是没什么，我想想啊，我以为你在说，哎，我居然一点旋律我都想不起来，我记得有个话，什么月亮，什么我们月亮啊，你最最最重要啊，想起来了，梦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噔噔噔噔噔，但这个舞蹈动作我没怎么看过，这个视频我没怎么看过。我看到大小乔的那个舞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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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华语乐团。对，我跳过，所以我记得动作。还好。粉红法拉利，这是什么歌？热歌榜解药是什么歌？创二十，是男的还是女的？我只看过女的，没有看过男的。啊，那我就是没看过。抖音热创一，其实我没有看过创一了，就是稍微了解了一点，因为他那个时候也挺火的。看过他们的舞台，什么撑腰，谢谢应援棒，谢谢，
哎，是叫撑腰吧这首歌。谢谢巧克力。在一个房间没必要连麦好吗？越南珍珠，你发的这个越南语我真的看不懂，怎么办？就是我有时候看到一些奇怪的文字，我就是觉得应该回复你一下，但是我真看不懂。谢谢猫猫虫不丢的飞书传情。恶症看不动啊。谢谢谢谢超菜又爱玩的星海，谢谢你。他说我笑起来好看。好，可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你。Thank you。Thank you 啊。No。谢谢超彩又爱玩的好开心啊！天哪，我感觉现在10:30了，我的小朋友是不是应该睡觉了呀？酒窝。怎么还在看直播呢？是不是要乖乖睡觉呀？学日本人，说实话，我这个造型你们不觉得我特别，就是哎，很动漫。谢谢。当一场。像那种动漫自信男。你们只当一场直播的就可以。那种让我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啊哈哈哈哈！那种。其他的小朋友。哎呀，丢丢，你在干嘛？丢丢好可怜哦。哎，走掉了，丢丢。看到他吗？好可怜，他在看我刚刚。是这样子的。丢丢，丢丢。应该是困亏呢，困困都已经雪藏了这个十年了。还有。好可爱。就是他的细节总是会把人可爱到。哎。果然平时用都用了，但是我现在最近不没怎么听歌。在这里说困顿在此，有的人是不是？谢谢应援棒。你们关注困困超话了吗？吃丢丢的醋，为什么？也不是我在雪场，我们困困现在谢谢。会讲日语吗？啊那达，瓦达西，什么啊那托？我觉得不要放出来比较好。什么？我外婆之前就觉得什么，她就教我日语，因为她自己同桌是以前日本人，然后她就说，外婆教你几句日本语，就是我只听懂了第一个词，你就是あなた、あなた、わな、わたこし，她就是这么教我的，但肯定不是这么说的。就是还有我们家口音，你们知道吗？这个刘海什么玩意儿？外婆多大了？80多了，88了吧？我知道啥意思吗？他说的那个我真听不懂，我只听懂我刚说的，我只听得懂第一个字。剪太长，其实这边也剪，但太长了，夹起来了。粤语我不会。但是有些粤语歌我会跟着唱，因为我妈以前特别爱唱粤语歌。比如不记得了。谢谢洞洞妹妹的皇冠，谢谢洞洞，谢谢你的皇冠，谢谢丢丢丢丢。过来说谢谢，就想咬我。丢丢说，谢谢，谢谢宝，
谢谢，差点又口出狂言了我。谢谢谢谢。你这个想听苏州话这个文字蛮牛的。呀呀呀，这么不喜欢我啊？谁喂你吃异食癖的药？吃的香香的。那亲亲我，我就让你走，亲亲。亲亲。无动于衷，那我就不让你走。谢谢，我是哪家奥特曼的飞叔叔，请谢谢你。谢谢咖喱的权杖，谢谢咖喱的权杖，谢谢你啊、哦，谢谢谢谢。谢谢酸奶小朋友的皇冠，谢谢酸奶，谢谢丢丢说谢谢。这个陈科是那个陈科吗？说，还咬我，好好好好，你走吧、哦、走吧走吧，去去去去去，哎呦，是的，谢谢你，谢谢玫瑰花。已经吃到毛了。我今天连孩子都不认了。哎，就是。许阳是原创，所以他就给我。他不知道嘛。真的，这演乘客的歌还是原型。No， 我不说。可能也是我之前，你去看看我以前的，我跟我外婆一起说过，直播过，你去看看，去看看吧。我的手还破了，在这儿。前两天我只是夹个发卡，把手夹破了。就是因为我的手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反正我的手就是被那个抓夹。还是夹抓啊、应该是抓夹给弄坏，就是弄破了，我也不知道。什么小笨蛋，小心一点。哦，改编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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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圣伯纳一朵玫瑰。谁不尬？因为他说终极任务。哎呀，对不起。因为是这样子的，因为大家我们队里面一说终极任务，大家都会说，就突然唱一句哦改编。哎呀，把你们当成自己队的人了。不是啊，就是你是就是我们队的人，就是会跟着一起改编，你知道吗？所有人就是一个人改变了一下，大家都会一起唱。我等会要关直播了，谢谢玫瑰花。谢谢小雨，可以发现你衣服连接了，非常神奇。说实话吧，这个衣服是我感觉是我10年前买的吧，我已经完全忘记了。谢谢。但是我不发连接不太好吧？对。我
把你连接的话，因为我不去挠，但其实它还是痒的，我就想去抠它，但是我忍住了。你是看这个款式，你搜图的，对啊，我头发就是一整个被打薄了，你知道吧？哦，对，有同款薄，但是同款对，戴的隐形镜。啊，我的头发就是虽然薄，但是我知道如何让它蓬松，不用担心啊。在你们面前，我基本上会表现，就是会让我头发蓬松的。床上没有什么猫毛，因为丢丢不怎么上床。谢谢要早睡的空空的星海，谢谢你。但是他只是在枕头上，他不怎么在这个大床上面躺，就是他平时最多的是躺在这个脚上，你这样子摸摸都没毛。他而且他自己也不怎么掉。嗯。谢谢。当一场直播的堆丢的堆丢推的，七夕快乐啊！我最近这个说话，就这个我可能要重新学一下说话。但是我觉得拍出来就是一般。而且我最近说话老是咬到自己的舌头。谢谢椰子也会走吗？对，星海 ，Thank you， 谢谢你。丢丢不得了了，哎，你看看他，推车都要吃了。他就是在咬吧，也不是在吃的，也不是吃，他是要磨牙吗？一天到晚就知道吃甜咬。但是我以前父母都不用磨牙。谢谢鱼儿在天上飞的星海。昨天我妈还给我发了个碰碰撒娇。怎么了？很生气啊，丢丢，心情很不好。谢谢你的星海。他开变装，哎呀，有点难度。开变装。他是有点像狗。啊，这样好多。我刚刚一直在对着那边直播，脸上有阴影。谢谢酸奶小朋友的星海，谢谢你的星海。他在摇烤箱。等一下，哎，说起来这烤箱我一次没用过。就是变装的话题，我本来想拍的，因为我看抖音上的变装，但是我突然想起来，什么摇把呀，他今天跟我说，他说他击掌的时候，他都不能说谢谢了，他说就是口齿会不清，他只能说感谢，笑死。哦，对，感恩，对，不是感谢，是感恩。我说你可以说辛苦了，然后他就说，他说感恩，我说那你说辛苦的是不是会说辛苦了？我说我妈发微信，然后我妈说我爸钓鱼，然后谢谢你，啊，捕鱼去了，一个大震惊啊！我就是这段时间没回家，发生了什么？他去钓鱼了。以前我爸也跟他朋友去钓鱼，可以说拜拜。白白什么野生，可是白白也是，嗯，好吧，确实。谢谢卖完星星的月亮的星海，谢谢你。你也爱钓鱼。我以前也很爱钓鱼，我从小就爱钓鱼，就是在广场上或商场里面钓那个小金鱼。嗯，就是你多少钱？十几块钱吧，然后就叫那个小金鱼带回家，然后过两天就死了，然后过两天就搬回去。直播间有个傻子，有个这个里面有个大傻子，谢谢卖完月亮的太阳的星海，谢谢你。对呀，然后还有那种拿个奶瓶喂鱼。其实我有
我的胳膊，我有那个磨牙的，但是他每次他吃那个磨牙的那种鸡胸肉嘛，那种冻干其实也算是比较磨牙的，然后他吃那个他不会嚼，还囫囵吞，丢丢真的吃什么都是囫囵吞。而且你知道我多惨？对，就是我刚染之前还就是吞进去，然后哕，然后哕完了再吃，然后整一个就是再吞进去。他是不是吞进去之后，然后自己咽不进去，又自己把哕出来、吐出来，然后再吃进去，就是这个画面重复两遍，他才能把它真正的咽进去。就他也许会嚼，但是不怎么嚼，就是稍微嚼两下就咽了。我可以瞬间马上就变成黑色，我可以一瞬间需要了我的时候马上变成黑色，如果有工作需要马上变成黑色。谢谢玫瑰花。我这个发色我已经没有再顾了，就是我累了，就是如果你想要固色的话就买那个固色洗发水。谢谢玫瑰花。但后面这句话我没有说出来，希望他真的假的就是理解我一下。谢谢应援棒。我有找那个我们公司就是也不是我们公司，但我没说，这个颜色不浅，你们在说什么什么意思？颜色非常浅，要拍他就走了，他只是灰，那这很浅，你们自己去染染要漂几次呢。这个逗猫棒真的很有用，丢丢贼喜欢，主要是我也不怎么给他买新的逗猫棒，就是我这人不爱逗猫，你们知道吗？无趣了，没意思了，玩腻了。不是饱和度高的话，颜色鲜艳才是浅色。我只是不喜欢饱和度太高的颜色。上一次玩起来，我们房间玩，他说他都逗累了，丢丢还有精力，他都累了。我搭下来。我有点倒睫，你知道倒睫吗？一点点会往那个眼睫毛往眼睛里戳，然后那个倒睫我每次把它剪掉，不然那个睫毛会往眼睛里戳。除了激光笔没找，不在附近。丢丢有总是在这样，就是不知不觉中长大了。谢谢电流太大听不到的星海，谢谢你。说了一下这个忘了，我刚刚想说什么来着。啊，看到了个刘杰啥？晚安。哦，是我想回家。又变着，是我想回家。这还能打电话吗？就是、我就去问叶总。打什么电话？能能谢谢英文棒。就是现在不稳定。这个疫情真是烦死。哦，是吗？那他也挺能逗啊。以前。哦，因为丢丢打电话，现在有点不能了吧？就是进圈都会出国看病。我吓一跳，我以为你要跟我打电话。谢谢奶茶。二十七岁的时候是去韩国，对吧？突然一下严肃了起来。现在就是宝宝，丢丢宝，打个电话看看。都哪儿都不能去，东南亚都不能去，只能在国内了。对，我第一次进二十七名的时候好赚啊，除了去韩国以外还参加了个颁奖典礼，看到了好多爱豆。哎呀，你怎么这样？看一下人家开水妆，我记得是什么赛。你怎么这样？什么？揉揉你的小鼻子，再揉揉。是吧？就是那个。我没有经常欺负他，我对他可好了。你摸着你自己的良心说，摸着自己的良心说，是不是我对你很好？啊？在哪？在库村。没有良心。谢谢小板砖的星海，谢谢小板砖。没有赶上好时候。说实话，我平时我有我后来就是去别人的房间里撸猫。哦，比如我不是去别人房间，就是去336撸猫。突然想起来，我好像也除了336没撸过别的猫，就去336。
然后呢，就是我有时候都会有点担心会不会被咬，因为实在是被它咬怕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前两天坨坨，我就抱着它，就是后来我对他们已经放心了，我就觉得算没关系。然后我一抱坨坨，坨坨也不开心，它也开始咬我了。而且坨坨从以前就是咬人特别痛，比丢丢还痛。然后也不能回家了，本来想回家。因为它嘴大。我妈妈叫我回家，但是说不行，得等疫情稳定了再回家。对，就是坨坨，就比如说你一直揉它肚子，你摸摸它的肚子无所谓，但是你一直这样子揉它肚子，它会生气。然后除夕就是摸摸肚子，它会啪倒下，就每个猫都不一样。但是除夕既然不跟我不熟，它就不这样。就是猫咪有一些小小的细节我都会，我就觉得很可爱。就像坨坨以前，你比如说这是坨坨，你往把它往那儿推，它就会自己把往这儿倒，然后你把换个方向推，它就会往那儿倒。就是你想要把它往哪儿推，它就不行，我要跟你作对。对，坨坨有自己的小脾气了。我不知道。反正我一直没有了解你这个事。丢丢是一直都是，你敢惹我，我就来打你。我很高贵，是吧，丢丢？拆手的时候，就是这在他心里就是你是什么东西？你不配，只有就是我需要你了，你才能过来。而且就是丢丢在丢丢的世界里面，手腿和头是分开的，就是他永远都觉得你的头才是妈妈，头才是我的就是主人，你的手都是他的同类，就是可能就是我的头也是他的同类吧，但是我的手就是他的兄弟，一直要咬，一直要咬。你把手放在他面前，他就会咬你；你把脸贴到他面前，他就不咬。就又要成富二代了，这话说的。真的，他就是不懂，他就是不知道，那个，可能我小时候没有告诉他，在他小时候的时候我没有告诉他，这是不对。人家也没有你们想的那种。唉，他就咬过我一次之后，从那以后就天天咬。不咬都不是他的，谢谢巧克力。我感觉应该没有你想的那种，就掉毛，但是不是掉的很厉害。那个坦克是真的掉毛，我天，上次不是摸了一下它，我这满身的毛。虽然是。丢丢。又不理我。嗯。就虽然是长毛猫，但是没有那么厉害的。那个坦克虽然是短毛猫，但是。非常能掉毛，我这浑身就是毛。你们就是我不知道、这个。但我有时候觉得就是他必须得那种狠揍啊，谢谢。然后呢，但是你狠揍是不好的，就是没办法。你我觉得他会痛，然后但是就。是也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多。为什么来劳这个公司的话？是要教训，但是他万一就是被打坏了怎么办？我是这么想的。因为我之前也特别担心他，我老是担心他没了。对，是，主要是我自己打完它，我还会很内疚，就是因为我自己有时候打都会手痛，那就是力是相互的，它肯定很痛，而且它还很小。不是，因为我怕它就是肠胃不好，然后就把自己吃没了，就很害怕，所以当时它吃地毯的时候，第一时间就让送去医院。虽然我笑得很开心啊，就是我不是说他吃地毯我笑得很开心，是他吐的时候我笑得很开心，因为实在是太好笑了。这样问不知道什么时候换，本来这周去问了嘛，就说下周也不换，要等再下周开会再说吧，对吧？应该等你
对，我真的是怕它乱吃。说了下周不画，不是下周画。有的时候它会吃隐形眼镜，我是已经丢掉的隐形眼镜，它会自己捡起来吃。啊、我昨天不是说了吗？然后还会吃那种小皮筋。下周不画，然后这周它真的有点严重了，就是瞎吃东西。好像是这样。所以我经常从它嘴巴里面抠出来各种奇怪的东西，所以就是现在给它买的那个药嘛，它一想要乱舔我就给它吃。对，什么都往嘴巴里面塞，就是医生就是说他就是缺少一些东西，然后他会想要吃，但是他缺的也太多了吧，什么都吃。啊，这是因为十二妹，就算吧，这个事情得沟通。就是真的就是什么都吃。因为也不是我们一个队的事情，大家要理解，就是这样子。标准被统一定了。谢谢巧克力，我一开始以为就是，他就是只是，那个，就是喜欢乱吃，哎呦，我这嗓子都哑了。但是，哎，我的嗓子怎么突然哑了？喂，嗨，还是有点哑。要不然你以后怎么办？反正我也不知道，这也不是我就是决定的事情。这也不是我决定的事情，你们。感觉像在试麦，但其实我嗓子哑了，真的怎么一下哑了？嗨，好，现在好多了。如果拍不完我就拍不出来什么，按这样吧，十一点我先发微博。没有那么痒了，但是还是有点痒。我可以先发昨天拍的抖音。这个留着，要是能拍。刚吃了毛，可是金嗓子，金嗓子喉片，我觉得金嗓子特别难吃，我还是觉得龙角散好吃一点。非常影响我的，非常也是影响我的脸，画了。就是我小时候一吃那个金嗓子。就是辣的要命，太辣了。还有精致专辑，我这个痘痘治了半小时，气死我了！治了半小时，这个痘痘还是巨明显，这不定要用很大。西瓜霜是什么？西瓜霜不是涂嘴巴的吗？可以放困困出来吗？你们好关心困困，那我这口腔溃疡呢？哦，你们竟然这么关心困困。我小时候还就是你们以前那个胖大海，我因为胖大海我写了好几篇作文，所以我对这个东西特别有阴影。你们写过吗？我记得就是好像还有一篇课文叫胖大海，就是写胖大海的。拿捏了，反正我忘了。以前我补课就是在学校里面补课，我就说就是老师就说啊，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。今天呢，我要给大家了解一下，就是这个东西，然后你们要写出来，这个胖大海怎么样。然后泡完了，我脑子里面我就只有一个想法，就是好神奇啊，它变大了，就这样。然后我就是整个人的放空状态，怎么写。还有是必须写完才能回家，就是一个补课的地方。对，完了之后。学校里面也要求写了，我写了好几篇，因为就是，第一篇没写好，然后呢重写，然后重写了之后呢，就是又要改正很多。不是宝山偶像，就是这个就是跨流去。对，就是老师买的胖大海，然后他泡一杯给同学观察，然后让同学写这个作文。名字叫胖大海，我真印象特别深刻，因为写的太多次。像我以前还老抄课文，小学的时候老是抄课文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老师就要罚我，就是你背书背的慢了，或者是说作业交的慢了，你就要写课抄课文，然后每次都抄贼快，到最后抄好不容易抄完，因为老师要让我抄10遍。好的，就是一个大。
大工程了，对吧？我就抄得很快，那个字都看不清楚。老师就是那个语文老师还戴眼镜，然后很眼神很犀利，然后回答了，很冷漠的回答我两个字，重写，然后把我的那个抄那个小抄唰的一扔，然后我就默默的，我也就是听话的重写去了。像以前我们班级里面每个人都要抄东西，就是罚抄。谢谢巧克力。就是同学小孩子都不听话吧，就是你上课讲话你也要抄，反正就是什么东西都要抄，你做错了事就得抄。反正你知道，你是成员，那你们不是我的成员官吗？那就是你这样会不会不太好呀？可以让同学代写，小学让同学代写，什么胆子？啊，我说到成员，我昨天在剧场看到了你的后辈，十几期生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十几期。我以前上学的时候，就开小差的时候，就是经常会想，这个时候要是有动漫角色来，动漫人物来拯救我就好了。就是后辈，一群人。真的，我以前就是这么想的。有两个，就是。那就是进击的巨人，就是那个时候我老师就变成巨人，然后进击巨人里面的主角，然后来拯救我，然后顺便再想一想自己是一个就是里面的一个热血角色，把我的同学一起拯救出去。嗯，就是以前很中二，就比现在中二多了，现在都不算中二了，只是我那个。然后以前还看那个《罪恶王冠》，它里面有一段就是他站在一个高楼上面唱歌，然后我就在想，我们那个体育场上面那个高楼有一个这样的女，有一个这样的美女站在上面唱歌来拯救我。对，起蝶是叫起蝶吧？还是叫蝶起啊？我不记得了。然后那个时候很严，就是见到什么姐姐啊、助理啊什么的，都要跟他们问好。哦，我一直以为他叫齐蝶。说姐姐好。就是我以前姐姐跟我说，她说这个齐蝶怎么样，齐蝶怎么样，我说嗯。说然后没有打招呼。我就从来没有关注过他真的叫什么。打招呼，然后就惩罚我们，说了50次还是100次，然后一直鞠躬，一直说前辈好。就对着空气。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看很多东西，我从来不记主角的名字，真的记不住。就是比如说，除非我真的往后看了，其实那个鬼灭有些人物，我这么喜欢鬼灭，有些人物我名字到现在都没记住，我只知道他们叫什么岩之柱、石之柱，还是叫什么炼之柱，只记得这个。对，就很难记。而且我们就是当时还在想，谁会举报我们这不打招呼？万一是没看见呢？周周看过，但是后面的我就不看了，没什么我 get 不到了后面。对，当时那个 staff 真的是，年纪比较大的阿姨，然后她也懂我们。啊，那你是蛮牛的，就是、我看 OP 必须得跳，我实在是遭不住。招进来的。就是家教我都是这样，就是坚持了一段时间不跳 OP， 然后就是自己实在是受不了了，感觉我在折磨我自己。因为他年纪比较大，也不太懂这些，但是这个人就有点很奇怪。我是觉得你看这个动漫太急了，因为你太想知道后面的剧情，应该是这样吧，不然也不会想要看背诵。确实动漫有时候说的实在是有点太慢了。什么那种什么那你好啊哎就是这种语气词特别多。这个 staff 他现在也不算是 staff， 他只是短暂的来了一下。现在当然看一下消息。吓我一跳，有事儿。等一下，你
你关直播了吗？没有。没事。哦，我知道呀。对啊。要那个，赶快。好的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我跟你们拜拜了，我有事儿要去干。当时那个人，他现在挑拨离间，会说陈明的坏话，让你不要相信其他车，就是很离奇。嗯，好，拜拜。没事没事，拜拜拜拜，晚安哦。是吧？反正他早就离职了，我就把他删掉。我估计他不了解我们这里，我挂了。把我们这里当成。